在全球减碳净零的趋势之下呢，节能减碳已经是一种全民运动了。我们团队靠着蓄热燃烧技术跟自愈热式燃烧技术来协助热处理产业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同时也发展氢能燃烧技术来达到燃烧零碳排的效益。 我们团队靠着扎实的设计跟分析，再透过实验来验证我们的设计，而且都有遵循相关的法规，完整的考量到了安全、品质、节能减碳跟成本，也在业界获得不错的口碑。也希望未来呢，我们团队能为全球的能源跟环保带来更多的新力，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团队一起用爱节能，用爱减碳。我们的团队一共有2项技术，分别是熔汤处理技术以及高真空压铸技术。那在铝合金的熔汤处理技术部分，我们可以透过除气的方式，让我们的渣跟气体的部分可以去除到非常干净，那让它可以获得与新料无异的相关的性质。 那在高真空压铸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高韧性的铝合金，透过高真空压铸的方式，让它可以焊接以及热处理。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推广这2项技术，让国内的厂商可以更加的升级进化。净零碳排是目前大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政府宣告2050净零政策，市场对于温室气体的产生需求量大增。金属中心也希望能为台湾的有序发展尽一份心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温室气体产业链机构，为产业服务。未来温室气体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全球碳税时代的来临，温室气体查证更是一个净零碳排的入门票。未来金属中心会持续因为市场的产业需求，会不断的努力前进增长，为所有的产业尽一份心力，协助各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查证。 计划经理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投入到科技研发和产业服务的推动工作，却是在专案执行中扮演重要的一环。我们主要的使命是协助计划降低缺漏，增加执行绩效，使计划的成果可以更充分的展现。我尝试着在系统化工具建制、沟通协调，还有成果展现等面向努力，希望透过软技巧与硬实力，做计划最坚强的后盾。 自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幸福呢是喜欢你做的事情。那身为金属中心的一员，更重要的事情呢是创造自己在中心里面的价值。那我很感恩我的长官，让我在这些年的工作呢找到自己的幸福与自由，那就是在生机药理这个领域呢创造出自己的价值，也协助金属中心在这个领域。 大放异彩。中心的愿景和使命是成为 Hub， 而我们目前接到的专业认证任务也是成为一个 Hub 的角色。我们要汇集各种厂商的资料来进行第三方检验工作，而我也努力的成为 Hub 的角色，带领着团队的同仁，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专业的技能和知识和经验。感谢中心的各级长官的支持，还让我们发挥。 也感谢主管机关创建这个制度，让我们能够为未来的绿能是分散系统尽一份心力，健康检查，减低风险。谢谢。2022年到2023年这个中间，我们让全球半导体曝光设备的大厂 ASML 见识到了金属中心的技术量能。 与我们共同研究开发产品，并销售全球。这一个举动也让金属中心成功成为台湾唯一一个拥有 ASML Venture Code 的法人组织。Never give up， 让台湾走进世界，也让世界走进台湾。让我们一同为台湾的半导体卓越成就感到光荣与自豪。